从户外的喧嚣进到场域内的秘境，是反差，也是心灵的沉淀。空气中的木质调就像阳光透进树梢，放眼云雾中的变化是科技与艺术带来的惊喜，如同只是窗户的几近，无感玻璃上的天增，每个角度都能看得真实，超越科学数值的专注，眼里所见的无物还给视野舒适自由。纯白是唯一的要求，没有冷暖色的模糊地带，只展现坚持美的追求。艺术无边，科技无欲，为各种可能创造无限。